小仙儿，那边有人在亲亲。我去，这不是我弟后哨子吗？我回来了。你给我过来！哎哎，姐，疼疼啊！臭小子，故意的吧？后哨子连，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谁让你弟弟我魅力大呢？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让穆大乔知道咱俩的关系。万一哪一天你俩不在一起了，他非得杀了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大强是我之前同事。大强，大强是我小。这个项目你们要是完成不了，明天就都不用来了。你是不是惹他生气了？怎么发这么大火？我去，靠不靠谱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给，赶紧把这个礼物送给他。是，那你赶紧去表示啊！我的饭碗可是掌握在你手里。你们在干嘛？所以说，以后你就是我姐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这不是占我便宜吗？这样吧，我把我外甥介绍给你，1.8米，你俩同岁，还是上市公司总裁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般配？那什么真情啊！